听闻阁下的射术很强，一分钟就能让丘丘王败下阵来。那么当我祭出坎瑞亚铁血耕地机，不知阁下要如何应对？四台耕地机合力围剿，身处二乘二方格中，旅行者该如何脱身？你大声呼喊，但高天并没有给你回应。周围漂浮的史莱姆不知为何不受战火的袭扰，或许他们有自己的诀窍。当身处地下堡垒，看似安全，但时间还滴答滴答在跑，头顶的耕地机依旧在轰鸣，脚下的大地承受着炙烤，如何离开这如同坟墓的监牢？火苗似乎在你面前舞蹈。在分岔的路口，旅行者请不要犹豫，头顶炮火连天，没有思考的时间，跟随你的直觉爬上决战的台阶。对了，在此之前，如果能打开背包，整理旅途上收集的 buff， 发挥也许会更好。若你明白战斗的意义，那么站上前来和耕地机们一起舞蹈。究竟是耕地机化作败者的余烬，还是旅行者在炮火中跪倒？若此时你依旧充满自信，那么绝地求生之铁血坎瑞亚秘境欢迎您的挑战。让我来看看你的双手究竟能创造多么辉煌的奇迹。